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要珍惜啊，这个世界不懂的时候我们很可怜，现在我们懂了要珍惜了，不能再不珍惜了。想想了过去我们稀里糊涂过日子，已经活到近五六十岁了，我们真的很可怜的，我们人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再这么下去你说怎么办呢？啊，很可怜的。